好的，各位，欢迎来到 This War of Mine。我们的战争，这是一个游戏，它描述的是当年塞拉耶夫的一个围城战。然后，基本上我们就是一群聚在一起的陌生人嘛，就老百姓。然后我们要尝试活下去，一直活到停战为止。那可能是40天、50天、60天。很难说，那这边很多很多人的这个组合和故事，所以我们就随机吧。哦天哪，已经是冬天了，一开始就是冬天了，这是个问题啊。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要面对的难题有天气、食物、水源。还有安全，因为会有人晚上可能会有人来攻击我们之类的。当然还有大家的情绪。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最大的敌人就是天气了，因为已经冬天。几个月的猛烈炮击将城市这个区域变成一片废墟，大多数居民跑到居所较少的区域寻找避难所，而那些不幸的人则无处可去，只好找那些废弃的房屋。一场大火烧毁了马林的工厂，他失去了一切。伯里斯和艾米莉亚曾经有过家庭，而现在都是孤独的幸存者。他们找到一座房子，天气恶劣的时候还能遮风挡雨。他们决定在这里挨过战争。OK， 所以我们有 Boris 伯里斯，哎，我们已经有一个炉子了，这样子挺好。OK， 我们现在需要搜刮，现在做不了东西。我们现在要搜刮房子里剩下的东西。他是个律师 ，OK。马林是个杂物工 ，OK。我们要先搜刮这里，找到一些可以燃烧的东西。波里斯，你要去哪里？哦，这个门可能锁了。对。艾米莉亚，你先下来帮我做一个。我们得先，首先我们要一张床。我们先一张床，这个床放在哪里好呢？放在一个比较容易去到的地方好了。我们放在这里好了。OK， 大家加油，快清清清清清，把东西清干净。我们要赶快找到可以烧的东西，然后放这个炉子里烧，不然大家会感冒。那如果没有药的话，会变得很严重的问题。但我现在还不想要用木头去烧，我想要想办法做一个。这还需要什么？需要木头跟零件。莉亚上来帮我把这门打开。各位现在可能一直觉得为什么我不去烧不去烧？你们等一下会了解我的用意。我想要先做出一个金属工作台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足够有零件，足够的。OK， 我们找到燃料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先直接进去烧这个燃料。OK， 哦，这个被锁了。OK， 我们需要一个金属工作台，放在这里好了。把两个工作台放近一点，我觉得应该不错。啊，炉子在这边，其实我们刚刚应该把床放在这里，然后离炉子近一点，不过也不算太远，而且提高的是整个房子的温度，所以应该都可以，都是 OK 的。所以马林本来就生病了，所以我们要赶快想办法让他休息，或是找药给他吃。OK。
首先我们做个撬棍哦，还缺零件。看一下我们还有燃料吗？哦，我们还有一个燃料，其实。不过，我们应该要再烧这个燃料。等一下，马林这边搜刮完了，我让他进来，在这里再放一个燃料。这门锁了吗？好吧，那艾米莉亚，你下来帮我们再多放个燃料。OK， 看一下我们能不能……哦，不对，我们能不能做个撬棍？哦，我们找到一些食物。OK， 我们让马林赶快进来。OK， 我们可以做个撬棍。因为外面很冷，我们让马尼先进来休息一下，让他去睡吧，去休息一下。因为让他睡觉的话，他会慢慢恢复。冬天一个好处是我们可以出去挖雪，然后回来把它融成水，再过滤就可以直接喝。平常的话，我们需要艾米莉亚先过来，这里啊，没关系，你都下来了，把这个撬开。平常的话，我们要收集雨水，那样子的话会比挖雪要困难一点，复杂一点。OK， 不好意思，把这门打开，然后艾米莉亚把这撬开。我们现在房子也是四度，其实也不是很暖，但是总比是零下要好。我们又找到一些燃料，所以我们下来，希望在天黑睡觉之前，我们把家里的那个房子里的温度调高一点。下来清理这堆垃圾。OK， 再放。OK， 这样应该够了。温度应该慢慢会上去。八点钟天就黑了，所以天黑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出去搜寻东西。那波里斯他特别壮，所以他的背包可以放17个东西，我们就要靠他来搜集东西了。那因为玛丽身体不舒服，我们让他在床上睡觉，那艾米莉亚负责守卫。那我们今天先去。他们说这些人有生活在的机关生不容易，所以这边是去交易的，但是我们现在还没什么东西交易，所以我们先去这个废弃的地方找一些吃的什么的。那我们带个撬棍，因为可能会有东西需要撬开。我们现在先全部都拿，等一下装满了之后，我们再来挑看什么要拿，什么不要拿。玻璃是它可以装很多东西，但是它速度就比较慢。因为他比较胖，比较壮。哦，我看到冰箱了，冰箱里应该有吃的。等一下我们要上去找一些吃的。OK， 现在有些装不下了，我们先不用弹壳，也不用火药，我们先多拿一些这种木头跟零件。OK， 再多拿一点零件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做那个斧头的话，我们需要这个武器的武器部件，其他这些我们先不用拿。我们来看一下冰箱里有什么。OK， 我们先拿蔬菜，蔬菜比食物更有用。我们等一下跟各位解释一下为什么。然后，我们还需要水才有办法煮饭，所以拿些水。然后我们基本上今天要拿的东西差不多了，我们把需要撬开的东西先撬一撬。这边还可以填吗？四个。我们看能不能再找到个这个零件，因为如果再找一个零件，我们可以再多拿一个。
我们先可以把这个门敲开。OK， 这边我们可以再拿一个。我们把这个门撬开。好，我们也不看里面有什么了，我们下一次再看。我们先让 Boris 把这个清干净，然后把这个撬开，然后今天我们就算是搜刮这么多东西，带些蔬菜，带些零件回去。哦，其实，我看一下背包，我们可以再去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武器部件，这样可以把武器部件再多拿一些。Boris 慢慢清这个。那对这游戏有各种不同的情况，有些时候冬天是可能后期才开始的，可能过了二三十天才冬天才来，也有可能像这个东西一开始就是冬天的。然后每次的人物可能也不一样，我们很幸运有波里斯应该是里面可以装最多东西的人啊，他可以装17个，这个很重要很重要，差很多。能够多装五六个东西，对于我们的生存真的有很大的帮助。当然，我们最大的问题还是食物，还有就是安全，因为晚上可能会有人来攻击我们，偷走、抢走我们的东西，所以找食物的速度永远比不上被偷东西、抢东西的速度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保我们都晚上不会被攻击、不会被抢。那当然，现在冬天温度也是很大、很严重的问题，我们需要保暖。OK， 终于清完了。希望这里面有武器的那个零件。我们现在其实基本上就只是要武器零件了，其他东西我们今天暂时不拿。没有。其实我会想拿这个珠宝，但是先不要。我们下明天再回来拿珠宝。那我看一下这个房间里面有没有武器。Boris 走得很慢。哦，有一个武器。应该说武器零件，这都还不是武器，只是武器零件而已。草药，其实我们应该带一些草药回去给那个谁马林，因为马林身体不太舒服，但今天拿不下了，我们明天再来拿。没有什么我们可以拿的东西了，所以我们走吧。什么叫你不知道怎么去那里？楼梯走下来啊。他们有时候感觉笨笨。就剩下这里没看过了，看这里面还有没有武器零件。没有。OK， 那把这门打开，我们出去吧。OK， 回去吧。波里斯回来了。希望我们晚上没有被攻击，应该不太可能，应该第一天晚上不会被攻击。第二天，冬天还在，可能我觉得冬天至少要持续个10几、15天吧，我觉得。伙计们，来看看这些东西，真希望每晚都能带回这么多东西。艾米莉亚不舒服，她该吃药了，糟糕。她变生病了，我们真的要把房子的那个温度再提高一点。虽然艾米莉亚生病，但是我们要让波里斯先去睡觉，因为他晚上还要出去。那玛丽已经恢复了，所以我们让他去清这些东西。然后艾米莉亚，你下来帮我看一下哦。我们没有燃料了，所以我们要赶快做出那把斧头。艾米莉亚现在走路很慢，因为她生病了。我们让她吃点东西，然后那如果要吃东西，我们要先建个火炉啊。我们有好多好多要建的东西。我们也没有药给他吃，现在，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去拿一些药草回来。哦，还不够，糟糕。那艾米莉亚，你虽然生病，但我还是需要你上去帮我们撬开这些东西。然后马林，快快快快快！我曾有个漂亮女朋友安娜，我们还有一个孩子，一个帅气的男孩。卢卡长得很像我，他7岁，比同龄强壮很多。那他以后会是很棒的举重。
如果当时能救到他，哦，所以他的孩子死了。哦，他会抽烟，莫里斯会抽烟。但如果没有烟给他抽，到时候他们心情就会不好。他是律师，我觉得他应该会喝咖啡吧？对，咖啡成瘾者果然。玛丽应该没有什么不好不良嗜好吧？他也喜欢喝咖啡，他们都有一些。其实喝咖啡不能算是不良嗜好，不过在这种战争时期，这就变成不良嗜好。帮我把这个门撬开，后马林快把这撬开，清干净，然后把这撬开。哦，等一下，我们的艾米莉亚先把撬个柜用掉，用完。OK。艾米莉亚，我知道你生病，但是我真的需要你帮我们清一点东西。等一下，那个。玻璃是睡好之后，我就让你去睡。OK， 有些水哦，有燃料了。算了，艾米莉亚，你下来帮我们加燃料。那个马林，你去上面帮我们清东西。哦，不对，艾米莉亚下来，马林去帮我们清。因为马林现在是身体状况最好，他只是肚子饿，但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肚子饿。所以艾米莉亚下来帮我加点燃料。好，玻璃斯休息好，那艾米莉亚你去睡觉，那玻璃斯你帮我加点燃料。OK， 再加，我们就把它加完吧。好，燃料充足 ，OK。那我们来看能不能造那个斧头啊，还是不行。那我们先看能不能造个火炉吧。我们要煮东西吃去了。OK， 火炉，把它放在食物旁边吧。就冰箱旁边，因为我们冰箱在这里，这里。哎，我们找到药了，应该让那个艾米莉亚去吃个药。啊，我们等一下让人家把药拿给他好了，就不要让他再起来了。希望艾米莉亚会好，因为我们现在真的没有办法，不能够有人生病，太危险。OK， 你先去把药拿给艾米莉亚，再回来煮饭。很好，玻璃斯。OK， 然后现在波里斯上去帮我们建个煮点饭，然后艾米莉亚你接着睡觉。哦，不对，是艾米莉亚，艾米莉亚接着睡觉。哦，我们需要燃料。你用木头做一个。那玛丽你要去哪里？玛丽，把那东西撬开。OK， 哦，对，我刚刚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蔬菜比较重要？因为大家你看，我们做一人份用，只要不用蔬菜，用肉来做配水，我们需要一个肉、五个水、两个燃料。那如果配上蔬菜，我们可以做两人份，那我们一样只需要一个肉配一个蔬菜，但我们只要六个水，也只要两个这个燃料，所以用这个做是很不划算的。这样子做特别经济实惠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有蔬菜的时候才来煮饭。就如果可以的话，当然紧急时刻我们还是要做饭。好，你先下去拿一份给艾米莉亚吃。OK， 很好。那马林下来吧。OK， 玛丽，你我先不给你吃饭了，因为波里斯晚上要出去，所以我们先让波里斯去吃。那艾米莉亚，你接着睡觉。玛丽，帮我看一下我们能不能升级这个工作台，还是不行？我们需要这个元件，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出去要注意找元件。OK， 等波里斯吃完，我们就可以直接结束这一天。好，到了晚上，我们一样，波里斯负责出去。那艾米莉亚生病，还有很累，所以我们让她在床上休息。马林负责守卫。那
这段影片就先到这边结束，我们下一次回来的时候再决定，我们再看波里斯今天晚上出去可以带回来些什么东西。我们可能会去超市，因为新的地方嘛，这里已经没有什么食物了，所以不管怎么样吧，我们下一次影片再来决定我们要去哪里。那一样，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些影片，我们下次再见。